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我来外乡市时段，大家好。咱二月吼，台湾的天气哦，二月拢无啥迄落啊。以早前讲二二八的时阵啊，拢足寒的安尼吼。啊，这边嘛是啊，特别我二二八的时阵，搁来一个寒流，大家吼，咱啊。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大家拢爱身体健康，啊，都爱穿较少咧，安尼唔通叫寒着哈。啊，咱哦，即卖吼，这个天气冷叽叽吼，啊，政治上我嘛感觉冷叽叽啦。啊，咱已经啊，这个换人中心执政啊，换本土政权啊，这个全民执政啊，但是较近，我拢啊，迄、那个公公讲阿妈，你怎么没有感觉了哈？我有影无感觉讲，即卖是民进党在执政嘛，感觉讲在甲国民党执政无虾米差别啦，对啦，啊，你原来讲有这种的这个感觉吼，哦，感慨真深，是吼，啊，咱即卖咱就请玉琪兄吼，咱来讲一下讲，你哪会无感觉？你哪会甲同款？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哪会甲同款讲无感觉？讲咱的政府换人执政安尼，基本上政党轮替就是一个公司的头家换人嘛，哦，啊，政党的轮替其实讲起来就是这个政党政治。政党政治就是责任政治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当时你换人，一定有一个新的一个领导风格嘛。啊，但是呢，自从这个五月二十，民进党这个甲替换这个国民党、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政党轮替了后呢，甲这当今，予咱完全无感觉讲这个政党是有轮替，而且政府是有换人，吼、哦，因为无感觉，无感觉原因就是啥？为蔡英文拢要继续用征调中国国民党，而且国部会，卖因叫的乜字啦，对，死啦！啊，这若要叫用套一句因中国国民党的人讲马龟菜水啦，嗯，吼，就是讲卖虽然下台啊，啊，不过但是伊的迄个灵魂，伊的阴魂不散，啊，搁伫个你掌握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嘛，吼，啊，其实咱嘛无感觉意外啦，因为。这蔡英文对于这个2012年，讲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了后，为着要选总统，啊，佮变更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啊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这个讲法前后的讲法真产生真大的矛盾嘛，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伊就是拜，赶快继续拜这个马英九所留落来迄个中华民国的新主牌啊嘛，啊，当然咱会当理解啦，伊为着要巴结这个中国。诶，管理的领导者习近平，诶，即管理的诶，管情绪吼，啊，所以伊一直伫咧做球，互中国的即管领导者。啊，其实中国甲台湾这两个国家，伊是完全无互相即个历史的即管理的关系嘛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家己要坚持用中华民国，你就是啥，去抵别人的帽啊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地主到你内政无法做施展啦。内政无法做施展，你讲当然人民就无感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讲起来就是讲，一个政党轮替就是爱带来新的气象，予人民感觉讲有感。我定来你讲讲，什么叫做有感？你冬天啊去日本一逝，佚佗一逝，你干那入去国家入去日本的公共厕所，你就马上有感。安那讲呢？因为日本人的用心吼、哦，习惯连公共厕所。下边烫都有温的啦，还佫较新鲜的吼，我先讲一下，你讲到这个马桶哦，哦，我当下足惊奇的啦吼，是，安怎嘞？伊迄个马桶啊吼，要入去了后，迄落便所啦，入去了后吼，都香港讲哦，袂臭哦，是啊，哦，啊佫伊迄落洗手台还有插一支玫瑰花哈，啊入去了后，迄落马桶哦安尼坐落，伊有生一个敢若水声，是，互你感觉讲哦，伊我咧讲尾啊，我甲伊问讲哦，哪会爱有迄落水声？伊讲就是要引诱你哦，怕你。旅行在外，旅行在外口，放尿较袂顺。你换去了，伊迄落感应器有一个迄落水声吼，互你诶迄落引诱你的尿尿较紧出来安尼。哦，啊，你开伊开了后，佮有迄个温烧的水吼，甲你冲屁屁啦吼。啊，伊迄落马桶盖佮烧的安尼。啊，你走了后呢，啊，伊自动迄落马桶盖家己慢啊掀起來，啊，佮迄落水家己冲去。对，我就讲。这你若台湾人的，
这就有心的嘛，吼、哦！所以我伫荷兰，甲荷兰人咧做，到底做工课的时阵吼，荷兰人就安尼警惕嘛。伊讲要去中国、甲台湾来，要去找公用厕所吼，你跟他鼻啊呢，四两三下就知影讲迄便所伫倒位啊，吼、哦！你因为每伫荷兰然后伫文明的国家要找公用厕所，是爱看迄个招牌嘛，吼、哦，看迄、那个看迄个看棒，找看棒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伫台湾甲中国是唔免的，是鼻啊、素素，你就知影讲，迄公共厕所是倒位啊？这实在是好顶的讽刺啦吼、嗯！所以我讲咧，你讲讲一个政府有能力甲无能力吼，老实讲，对小所在就会当让人民感受到啦，迄叫做有感嘛。嗯、啊！你蔡英文民进党，对今年五月二十吼啊，摕到政权了后，甲这当今，啊，我请问台湾人，你敢有感嘛？吼、嗯！其实讲来多数的人都感觉无。阿妈已经没有感觉了，你怎么没有感觉了？啊、其实讲起来，多数的人拢感觉无感啦、嗯。啊，无感就是啥？就是你无作为嘛。啊，无作为就是啥？因为其实讲起来吼，当然，伊口口声声讲要拼经济，我定来你讲讲，拼经济不是用嘴讲的，吼、哦，拼经济是爱用行动嘛。而且你即马这个南向的政策，即马足大的问题啊！南向的政策就是啥？鼓励台商呢往东南亚去发展，啊！你单向政策往东南亚发展的结果呢，就是啊，鼓励这款台商去东南亚去设厂，结果你咋就业机会嘛是共阮继续丧失去，嘛是失去到这款台湾人伫国内的这款就业机会嘛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个蔡英文这个南向的政策吼，实在是做半套啦。因为南向政策的意思就是讲，鼓舞台湾的生意人去东南亚去设厂，去东南亚去做生意。但是咱即摆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失业足严重的问题。啊，你失业足严重的问题，你无解决台湾的失业问题，你是要安怎拼经济啦？哦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个蔡英文的这款经济政策甲步调哈，拢乱去。啊，乱去原因就是啥？因为用唔到人，哦，就讲。行政院长林全啊，伊都来自新党的背景嘛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咱万免烦恼伊讲什么政党的背景，因为今仔日伊会当接受民进党政府来照顾，伊就是爱去配合民进党的迄个政策，那么来做伊的迄款施政的标准嘛。啊，但是看起来是无咧，看起来蔡英文跟他好参照，无伊的办法。啊！而且当然，伊无伊办法，这原因也出自咱的宪政的问题啦。因为总统就干负责国防、外交，啊，加这个中国的所谓的两岸的政策个了嘛。啊，剩下就是啊，剩下就是行政院长的这个内阁的阁揆的责任，的这个权限啦吼。啊，所以我看就是讲，一方面是宪政出问题，和总统无施政的这个空间。啊，一方面就是伊用唔着人。用这个新党的林全，啊，新党的林全，你就足简单咧，敢那听到伊一个新党的这个背景，甲你我本土的这个思维都拢无共款啊嘛，所以我也是感觉讲，这个蔡英文其实讲起来无什么智慧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老实讲，伊是敢有高学历啊俩，吼、哦，啊有一个迄、那个知名度的外国学校的学历，啊，剩咧。就无能力啊！咱需要是一个人的能力，唔是学历，所以这实是讲，哎，咱以后咱爱改变一寡咱的想法的思维吼。啊，所以我一直感觉讲，这可能也是台湾人的宿命啦。吼、哦，因为你选出来一个无能力的一个一关国家的领导者，啊，咱拢长期迷信的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啊，迷信的这关迷信这关高学历，迷信名校出身呢。啊，结果都拢做代志，拢无虾米魄力。啊，而且用人是一个真重要的铁核。你看陈水扁总统一进来，但陈水扁嘛无出国读书啊，嘛无名校啊，但是人陈水扁的魄力做代志的魄力，你甲看卖啊。即摆大家拢数啊，足怀念陈水扁总统的施政的这个期间，那么迄个魄力甲迄个胆识。啊，虽然讲伊有得失到一寡。即、这个美国啦，还是讲即个中国的一寡即个领导者的即款迄个红线，但是人伊坚持做一个台湾人的即个担心，而且伫陈水扁即八年的任内，和台湾人的意识提高
甲有史以来上悬的爬山的哦。啊，所以看起来蔡英文是实在是无什么能力啦，因为咱也袂当怪，就是讲我通常你讲看一个人，看伊的背景、成长的背景啦。啊，伊就出世一个好家人的家庭嘛，啊，而且一路拢是会使讲坐直升机，啊，一路拢是安尼扶摇直上，啊，无烦无恼，哦啊，读书的、求学的过程也嘛真顺利，啊，所以伊一生内底成长的过程其实拢无艰苦着，啊，所以伊要讲了解到即款咱的即个台湾人的即款各行各业365行。诶，即款艰苦人诶生活，诶，即款指数，我看伊甲伊诶想法有真大诶距离啦。诶，啊，毋过我咧，迄落玉琴晓咧讲哦，当初啊选举诶时阵嘛，我今仔日上网阁看着讲有诶人伫遐咧激励啦，讲你当初讲啊，你毋选蔡英文，无要去选上啊，吼，讲你敢要阁有较好诶迄落选择啦，啊，就有影，迄阵啊，就伊出来，啊，我嘛是足袂当接受讲啊，即落千金小姐，伊也毋捌讲落来讲吼，甲咱逐个庶民哦，迄款诶迄落生活诶过程嘛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迄阵啊，特别选伊诶时阵哦，啊，讲啊，我感觉我无法度出来讲要帮蔡英文讲吼。伊安怎来迄落？敢若面对讲伊选举的时阵，伫迄落台南啊，民总统的这个场面拄啊过身。嗯、啊，你伫咧台南伫遐咧做事，人迄厝内有人过身，啊，你伫遐咧做事，啊，无你嘛日时也无方便去，啊，你着暗时啊吼，啊，一台车着好安尼，哦，轻轻啊安尼去遐共念香者，台湾人足念情的。你含即种的基本礼数都毋捌的人。啊，结果有一个咱的来宾啊，咱的失败级的就讲，哎呦，顶妹啊，我来讲啦，咱即马吼，就是讲咱头前有一个迄落位人啊停车，啊，即马咱的 BMW 是驶出去外口咧办事，啊，即马行只互人占去，所以讲你下一个迄落花卡啦、破椅啊啦，伫遐定掉的，咱的 BMW 那代志办煞转来，啊，这就好解脱掉，所以讲你用这种的心情来甲伊斗三工。无啦，我这点我想我需要说说明。无啦，伊是讲军情。对对对，无伊讲嘛，无唔对啦吼。对啦。伊选举前吼，伊选举前我有写一篇讲，你有啥物理由无要投予蔡英文啦？是啊是。吼，嗯。这主要是啦，因为咱台湾人已经予中国国民党欺压这边一世纪啊，吼。啊，咱最大的愿望就是啊，先阉倒国民党再个讲啦，因为这款物件有优先顺序啦。有事有轻重缓急嘛，吼！国民党若无倒，台湾一定袂好嘛，吼！所以咱的头一项的愿望就是讲，国民党先好倒，对不？国民党若无倒，台湾袂好嘛。所以我伫选举前，我有写一篇讲，你有啥物理由不爱投予蔡英文？的原因就是一只啦，吼！啊，当然，伫选举前，咱无法度预测这个蔡英文100%的这款胆识。甲100%的能力嘛，吼、嗯！因为我头拄仔就甲大家报告，台湾长久以来拢迷失到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啦。啊，读那个书都唔是正港的英籍的书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但是呢，选举前咱的选第一个选项就是国民党倒嘛，吼、嗯！啊，当然啦，事后的诸葛也真济啦，吼！讲啊都，其实这摆选举你个甲。那个提名一个插头，伊买当算啦吼、嗯，啊，这拢是事后的事后的诸葛啦吼、嗯。其实讲起来就是讲，咱要研究国民党吼、嗯，是用70年的时间呢，吼、嗯、啊，而且呢，国民党的把戏是有够多，国民党的这款的部署吼，实在是。这个好难了想不到。定金定金吼，唔是就理所行为轻嘛？是是是是是是。啊，所以咱的第一选项就是讲，五万有人淹到国民党嘛？哦，啊，所以我唔将伫选举前只写一篇讲，呼吁本土的一寡只社团，啊，甲只所谓的独派的朋友讲，你有啥物理由不爱选吼？这蔡英文，因为蔡英文不过是代表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候选人啊，你嘛吼。因为迄个敢若秘书买股票同款的，你虽然可能无介意鸿海的郭台铭，但是鸿海的股票会当互你趁钱。啊，你有啥物不爱？有啥物理由你不爱选予伊啦吼？啊，无你敢去选国民党？是啊，无你国民党你敢选得落嘛吼？
所以我是一个汤科的这个概念啦，就是讲啊，本土啊，这个台湾人一定爱趁这摆这个机会，啊，给国民党死个遮歹看吼。啊，结果咱有达成到这个目标嘛。啊，但是能力是另外一个问题啦，能力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领域吼，就是讲啊，未选调以前，咱都当然抱着足大希望嘛。啊，咱也知影讲选调了后。伊有足侪考量，当然我咪当理解伊有真困难的这个这个困扰，伊就是处处要表现予中国看，无爱予中国感觉讲伊是你行台湾独立的路。啊，但是呢，咱予伊政权了后，咱予伊力量，咱予伊这个这个政府的这个权限，咱就是爱甲逼啊，就是讲，阮选予你的目的是台湾要走向独立建国的目标，唔是要。维持现状呢，不是要个维持迄个中华民国，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现状嘛。哦，啊，这当然，伊选举时阵，伊的承诺是安尼维持现状嘛，啊，这咱嘛袂当怪伊啦吼。但是咱一定爱第一摕到政权了后，换咱来做在野党，咱袂使继续附和这个这个盲目不从的这款迄个政党嘛吼。所以咱来靠咱的一关民间社团。诶，结合下来力量来压迫这个国家的领导者，政治本来就是安尼生嘛。政治本来就是一个一关压力团体，啊，一个一关游说的团体嘛。因为咱袂使让伊路行歪去，咱一定爱甲切入倒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在台湾独立建国，伊嘛曾经有讲过嘛，吼，哦，伊就讲伊尊重2300万人的这关意愿嘛。啊，但是尊重2300万人的意愿，马英九只在任嘛，伊嘛安尼讲啊。对啊，来变成讲一个政治人物的这个口号就对啦。对啦，还佫有一句迄啰地名商啦吼，我就足气这个独派团体遐个大怒啊。是。迄阵啊，迄啰蔡英文讲我袂规碗捧去，讲迄款的话时阵，迄是完全错误的。对啊。甚物叫袂规碗捧去？敢若讲我咧抢这碗公饭来食呢？这都唔是你迄啰你伊对台语可能唔捌啊，但是遐个。迄落台独联盟，也是讲什么台派、什么台脑，会当挖伊个身边个人，爱甲伊讲，你讲即句话，迄政治毋是一个迄落掠夺，也是讲什么迄落，讲我袂规碗捧去，我抢来了后，我会逐个分安尼。无一关代志。即种个迄落思考，无一凡说讲伊，咱若甲伊原谅讲哦，伊毋捌台语，袂晓讲话，也是安怎？啊，但是伊身边个人遐个捌台语个，会知影迄个意思个人，敢拢会到？不是，这我感觉不是安尼，这规划旁去，这就本来是正常的一个政治术语嘛，对啊，是政党轮替嘛，系啊，政党轮替就是规划旁嘛，是啊，你无要规划旁啊，无你赢着了，你搁要叫因哦，即嘛伊就是真是伫遐咧实行迄啰，不是规划旁去的啦，都迄啰伊当选了后咧，啊都同款啊，都叫。马英九的人安尼来做，安尼迄都唔是规划旁去啊？对嘛？哎，规划旁去的精神呐、啊，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呢。对啊。因为你叫我都负责任嘛。对啊。啊，无你即摆吼，施政的管理的管理度无好吼，啊，你要这边什么身上的？对啊。对不？啊，你讲要提伊哦？人当然讲你民进党的，民进党要负责啊。是啊。你民进党就政党啊。啊，伊讲啊，我拢用唔着人。嗯，哎、啊，用着人是嘛？你的政治责任吗？嘛是的，政治责任摸唔着啊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我是感觉讲，咱过去拢想过迷失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合名啦。对啦，还佫造神啦，最主要造神啦。哦，啊，即嘛着蔡神赖什么神安尼？这是西方国家拢听袂着的笑话啦。因为吼、哦，文明的国家无即款造神的活动。你看川普动算了后，嘛是甲平民同款安尼啊？对啊，你看人即卖伊嘛是迄落新官上任三八岁，伊、啊、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咯，都爱叮当叮当死骨水。你八年拢安尼，你认为真好，你都我都搁决心嘛？是啊，你就是爱叮当一下，啊，蔡政府即卖已经拢没有感觉了，无死了了的呀，拢无感觉，因为拢麻痹啊啦。嗯，一个双麻痹，因为民调吼，地当民调是虽然不是一切拢看民调。但是这个民调的这款下降吼，这是让咱感觉非常的忧心啦。因为民进党的执政的这款那个绩效吼，
甲伊关2020年是毋是会当顺利连任？迄、个有一个变数伫。拜托，毋通阁讲伊连任嘛啦！伊卖做做两年三年，都互人掠去笼仔内，都袂歹啊啦！伊若阁继续阁用新党诶、迄落青梅党诶、国民党诶、马英九诶嫡系一脉相传五千年一脉相传，遐个人我看伊操作两年三年都爱入笼仔内啊！无咱担心诶是，即中国国民党若死抓话威流吼，系啊，迄是咱所担心诶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伊拍抓无拍七寸啊！哎咯，伊你叫是讲伊死起来倒头来甲伊加起。是啊，都、就是，咱即摆担心诶是即个问题啦。是哦，因为台湾老实讲吼，诶未来会面对真坎坷。真挑战，的一个国际的形势，吼、哦、啊！这国际形势在讲起目前看起来对咱是有利的，吼、哦，包括美国的态度、日本的态度、啊，你这个执政者，你这個领导人吼、哦，一定爱好好啊运用这个形势对咱有利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爱好好啊去施展，就讲咱甲这个国际社会的关系，啊，咱爱营造甲国际社会的这个关系。将台湾的声音爱大声发出去，唔是搁底下发中华民国维持现状，迄无人听有诶啦。人外国人听咱就乌沙沙呢。是啊，系啊，啊所以台湾是自1979年正月初一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，啊就是美国甲国内法，迄天开始，全世界拢叫咱台湾，啊这台湾就足好听，啊台湾嘛大家拢知影，啊家己偏偏台湾的领导者要强调讲伊是。维持现状的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啊，台湾的中华民国，好世界各国拢听，噶拢无啥无啥啥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所以实际上是咱家己的问题，唔是咱外国人无清楚啦。嗯，对哈、啊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啊休困一下，咱等下，连咪大哥倒转来。是。